《一见钟情》，像小时候我们看这种美国那种爱情电影，《一见钟情》就是很美好，很向往。就我对你这个想法学业跟，比如说跟老同学，哦，可以啊，我教他。计划了一年了，真情实感。哇哇！简单明了。哥，弟弟爱你，小心点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三车，弟弟爱你。用一首歌来形容对方，男孩，男孩，传送服，可以。如果2019夏天最大的感触，其实我觉得说，来自于2018年的那个夏天。辛勤的付出，才会有2019年这个夏天美好的收获。所以我觉得每个夏天都值得期待。我曾能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曾一念记住我错，不得指责我错挣扎，不去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探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。